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波波，我的枪龄超过了36，现在的绝对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速度与激情，哦，不是控制速度与准度，现在我绝对是弹不虚发。大家好，我是药师，我会让你们知道破关机器人不是叫假的，这场比赛获胜的将会是我。Hello， 我是盖伊，身为台湾 Tenga 第一人，手枪大师的头衔就由我拿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射击选手吴佳颖，我的专项是10公尺及25公尺手枪。身为一名货真价实的射击选手，让我来射爆你的心。Hello， 我是盖伊，今天来到了林口国民运动中心，邀请到了货真价实的手枪大师吴佳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射击选手吴佳颖。哇，这边想问一下佳颖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挑战的这个项目是10公尺的空气手枪嘛？是。那这规则是怎么样算？我们的规则服装就是要正常的运动服。哦，正常运动服。那像这种装逼的是不行的。照理来说是不行。我这样不行吗？我这样穿去比赛不是对，不是正式吗？对，就是正式，就是要那个运动的感觉。没有运动感觉。那我这样很运动啊？我这样 OK 吗？我们的比赛规则是一定要有袖子的。哦，波波，你穿这样有碍观瞻啊！我们这边最标准的形式。哦，药师，药师，要戴上。既然服装不能太装逼的话，那射击动作有分吗？射击动作的话有限制吗？限制是有的啊，真的、哦。要怎么射它还要管呢、啊？对啊，我就十公尺，然后我要怎么射都可以。其实像如果是正式比赛的话，如果你要这样子射，是不行的。那这样子当然也不行，身体要侧面，单手持枪 ，OK， 所以也不能这样子。哦，不能像特务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只能这样子，就是唯一的标准动作。那我能不能就是一只脚起来，然后这样射？你在打标啊？变近了。可以吗？我没有越线啊，就是变近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考倒了。我目前还没有遇过。没有遇过这种这样。那我想问一下，那个空气手枪啊，就是这是比赛手枪吗？对，这是我这个一把，它多重啊？大概1公斤多，但是我们的握把会克制，就是符合自己的大小，符合自己的手型。对，然后有些人会补土啊什么的，所以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重量，但是大概就是大概就是1点多公斤，对 对，1.2左右。听起来轻轻松松啊。对啊。那他们这个东西，它比赛有分什么？你用什么牌子之类的？我们有很多牌子，但是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什么牌子。哦。但是有比赛一定要合格，要有一个规格啊。我们的规则就是我们的扳机一定要超过500克，你可以重，但是你不能轻，可以压压看。只压重量500克。哦，阻力吗？很轻哎，感觉你摸到它就射出去了。摸到你射出去，对，你怎么没动脑？你这么年轻，年轻人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佳颖挑战，但是我们今天总共有4个人嘛，我们就来比10发，然后看一下我们个人的成绩，最高分的那个人就第一名嘛。但是我们2、3、4名呢，每个人只要跟第一名差几分，就要乘以5，然后做伏地挺身。好，那这边比赛开始前呢，因为我们都没有训练过，是，所以可不可以让我们就是打三发，然后请佳颖帮我们调整一下动作。当然没问题。哦，太棒了！就3发，这是有效率的练习。对，超有效率。我们每次练习都这样才看得出天赋，对不对？是，看你有没有天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射吧。Yeah，OK，Go。一号挑战者波波先来试射他的3发，当然，来。这个靶子这样子插嘛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我们现在从头开始，我这次真的都没试过。然后这边有按钮嘛，对，然后把它按出去啊。哦，是不是好快？哦。我们先身体站侧面。站侧面。对，然后你大概先对一下你的。这个准心到底怎么看？哦，准心在这，然后这是罩门。然后准心对罩门 ，OK 吗？他们瞄的时候是要闭眼睛还是这样？你可以闭左眼。你应该有闭眼吧？我闭眼。我是戴那种设计眼镜，会把它打开，因为我不会闭眼。我通常要么就是左手遮着，然后要么就是戴设计眼镜。哦，你没有办法，没办法眨眼。我没办法眨眼啊！他不闭眼，他嘴巴歪掉。就是会闭眼一次，我要填充我的子弹了。啊？怎么填充呢？怎么填？怎么填？缺口的地方朝自己。然后放下去，放到这个洞里面。
然后再把它盖起来就好了。盖起来，对，然后盖子盖起来的时候，就是手就是要开始注意你的食指，不要乱按，不要乱按，不然它会不小心手火。波波试射第一发，缺口朝自己，帅哦！好，来准备钥匙第一发，好，再一试射第一发。你是不是打在后面的木板？不可能！哦哦哦！哎，整个歪掉了，这些打得不错。今天就派你们两位来万战比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十公尺空气手枪个人战的比赛正式开始，由我们的地棒蔡药师先攻。手越直会越好稳定。完了，我中了。拉回来，拉回来，拉回来，中了啦！有哎，我中了啦！来，七分。哦，六分，我看到六分了，六分了。是怕我们定他中过了？你是手很酸呐、啊，七六，手很酸哎、欸，这样才会考验啊，人家正规是六十发嘛，其实六十发。哦，中了哎、欸，应该有在里面。在里面了，有哎、欸，又一个七分，我都是没有压线的。哎，带黑色里面就很强了哦。哦，看到了，五分，四分，四分，很懂，四分，四分喷出去了，好看懂，四分喷的，对，四分喷，打一个那么歪的、啊，哎、欸，这种前平局一组才一下，对啊，好，喷的喷的，你好像往外喷的，好像也是，哇，对，歪歪的，哦，五发打完三十分。哦，歪了歪了，这哎、欸、零分哦，零分哦，一分吧，要超歪，有啦，有两分，两分，越到后面真的是对稳定度会越糟，考验稳定性哦，难怪他在旁边很开心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打到后面会越来越不准啊，有机会哦，真的哦，难怪他自信满满，他是靠持久力，他是靠持久力来取胜，你们代表这个第一个人不一定比较好。哦，好像有、哦，好像有进黑色哦。有。有哎、欸。有，又是七分哎、欸。有八分哎、欸。八分。这个很简单嘛，你就多打几个十就赢了嘛。不是这样说吗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很准哎、欸。哦。九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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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碰进去，没有碰到、啊，你要把波波干掉。这个十发的肉食的几率很高。哦，有哎，压线黑色哦，七分哦。哎，手真的很酸哎，真的很酸啊。我们比较不会用这种。对。哦，偏了，这个好像是三分哦，这个很歪，太紧实了，三分。结算出来呢，我们药师这十发打出了59分，恭喜！哎、欸，讲真的，第一次这种表现算是很不错啊，很不错吗？对啊，还有很不错，因为没有拖把，然后就是有还蛮多发都打黑，没有喷出去的，对，没有喷出去，哎、欸，很不错，这样就很不错，你可不可以干掉？没问题。好，来第二棒盖一。我要延续我之前练习的小红枪。有中，中，但好像有点歪。有中黑。哎呦，中黑色。九分。九分，谢谢。紧张吗？有一点。我会让你更紧张的。盖一的射击让国手紧张了。六。五，应该五吧，五六，没有哎、欸，哇，五分而已，奇怪，我这样还瞄还偏高吗？就是瞄哪里就打哪里嘛，所以你要瞄不对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有的了，这应该有进啊，有进啊，重复对，哎、欸，八分。话、欸、说他这个、哦、这个枪要不要校正？可以校正，是可以校正。对，但是我们今天这种只有十发，我们是校正自己的眼睛。我
我们叫着自己的手势。对。有。有劲哎。有。我觉得这射击这很奇怪，我很有自信的，结果就看起来是歪的。我抖了半天射出去，结果真的。他这个就是瞄哪里不打哪里啊。你越瞄 越准，你他就越不准。就像你一个蒙到的意思一样。哎，你突然就真中，奇怪，他怎么就中？歪了。哎呦，喷在外面，你会看的。都上了，外面了，歪了。哦，好，要整个平的吗？对。你看我这，哎呀，怎么一直抖，然后一直抖，然后哎呀，然后过来看，哎，准哎。感觉那你就维持这个抖抖的感觉。真的，没有啊，主要是那个准心跟罩门有平。有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哦，十分哦，十分哦，有哎，十分哎，哇，歪了，欸，这个五分跟十分是差很多哎，就差了25下伏地挺身哎，很恐怖哎，对嘞，对嘞哦，25下一组力竭。啊，这个有抬起来，歪了。哎呀，嘴会发，嘴会发。准心呢？好，不要突出那个头哦。270啊，最多了，最多了。有了，歪了，没有没有，准的，喷的啦，准的啦。这个吗？很喷的，你是我刚刚有看到吗？我没有看到，他说有了就。我们今天恭喜盖一获得64分。这个64分跟59分的差别在于什么？你知道吗？25下伏地挺身诶，25下对蔡宏勋来讲是很轻松的啦。哦，对，我觉得至少我要打个80几分，他才会感觉到痛。哦，波波，期待你的表现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喽。好，来，倒数出来，太难了吧？好，第三位枪龄最久的人来了。啊，第一包要上。这前面抖了半天在干。热身。来，波波第一发。好，有了。擦边那个7分。7分。来7分。哎，没有哎，没差哦，6分哦，小心一点，还想擦边呢。好，外面高4分啊，完了，我已经瞄很低了呢。完了，4分，好，大概知道。哇，抽歪，打到杆子，真的吗？看一下杆子，杆子没事吧？哇，好赞哦！他直接打到杆子，然后我剑这边这样，他这个秒很难，不是？我觉得他这个是怎么高低差这么多啊？有时候就是压板切的时候压黑单力的时候，有时候会。哦，波波，你刚才是用这一把吗？对啊，我刚用这一把。哦，你压板机的时候压太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就是轻轻让它出去就好。对。轻轻让他出去。波波，你温柔一点。我已经这样做不完了。耶、yeah, ！不要紧张。哎，高哎、欸，三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2分还3分。哦，3分，完了，瞄低也不行，瞄高也不行。那你等一下来做个腹式呼吸好了。腹式呼吸哦。有发。正6发。6发，你都打在黑色里面也是很高分的。波波帅气的动作。哎，好像有进去哦。有啊。哎，好像有进去哦。有哎，8分哎。好，那我大概知道。哇、哦。就
这个就有高产。有哎、欸，你下一发也要有这么高才有用啊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有调整有差，维持这个感觉。对，维持这个感觉。抖屁。哎、欸，不过你手没插口袋，对不对？插在这里。不是你到底在瞧什么？到底你只要打这个，你要有一个感觉，你知道？姿势对，姿势要好，然后有一个感觉。哦，先放松，就是为了一个感觉而已。你先把关节松动一下。哎、欸，有，搞不好是十分啊？没有哎、欸，八分吗？七分。没啥，维持这个手感。这样，对，维持这手感，不知道。我还以为你是第一个射出十分的男人。你需要枪托吗？我觉得最好是这样子。他这个真抖哎、欸。有进去哦。有吗？应该是八分哦、啊。哎、欸，很凶哎、欸。这个是八分。我要渐入佳境哦。我大概知道那个 feel。可以。那这样子有加分的趋势。对。我差七分。好吗？擦边，七分。因为我刚刚觉得瞄太低了，所以想要瞄高一点。是没插到。这时候就要来鉴定一下。有啦，有。真的吗？那有就算有。这是专业的说，不是我说，我都 OK。插五下不定身吗？有。哦，真的嘞，下不定身哦。呼吸。哎，偏低了。下面五分。对吧？我抖一下，这个枪是不是有问题、啊？怪叫枪有问题。最后一发给一个帅气的画面。高了，好上四分。我竟然才53分。53分。你要比我多做55下俯卧撑，不错。波他中后段表现的还不错，就很集中在这一块，密度很集中。对，但是他前面就喷掉了，前面就喷了，喷了，真是。因为你知道，就是因为前面喷的，后来你就会比较稳定。我们有运动员的精神，后面有拉回来，没有放弃这个比赛。我们恭喜波波！哇，完了，我竟然是目前的最后一名。是时候要表演真正的技术了，有点紧张。你手为什么要这样遮着？因为我不会眨眼睛。我为什么眨眼啊？我四分喷了，有喷了，我看到了。那我瞄高一点。好，瞄高一点会往上。及时调整。波波开始使出嘴遁之术，就是看老人在奥运国手，不然这个要做太多次了。他肌肉不会抖、啊。哦，六分，OK。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，训练选手的心理素质。对啊，他的那个抗压性够强。我们这个是特别训练，那可以再吵一点没关系。哦，这种要求我这辈子还没听过。你这样会叫我们再吵一点？哦，六分，就喷了。哎呦，你有机会比我差哎！不可能！他只要都没有瞄到那个黑色的，对，就有机会了啊！怎么可能？他只要继续这样子，对，继续这样维持下去就好了。人要坚持，你就一直坚持这样就好了。好 ，OK，very good。哎呦，你真的太超过了！我以为他射了，不讲话。射，对啊，你射太慢。等一下。哦，哇，一样在那个角度，十分吗？没有，一样那个角度吧。十分，十
哦，七分，七分，哦，开始拉上来喽。枪都完全没到你，就是一样那个角度啊。我来好好看一下，那大概那个位置。你们比赛他也是长这样吗？对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哦，是哦，哎、欸，他其实是不好瞄。你看时间暂停器按下去，你看都没有在动。等一下，该时间暂停器，枪没有动，枪没有动，分去哪里啊？七八七八。八分，这个七啊，哦，这个我看一下哦，七分七分，好七分，哎、欸，他是真的有在调整的，对啊，因为他是慢慢从外面往里面移动，移动，还是蒙的、啊，不是的，怎么可能？他的耳环也是蛮好看的，哦，哪边买的？等一下推荐一下，好，耳环戴一下，有，是刚好的，还有，有在外面哦，进去了吗？不见了，在哪里？应该是重叠。哦，连弹呢？实力了。好，拿出你真正的实力吧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这样子会不会怎么就往外？你这样会不会打到那个三还是四？这边的上路是不是有机会啊？你的手还在前面，你的手还在那边晃，还在那边晃。哎、欸，老板呢？是不是？你有人照你吗？我等一下你安静一下啦。好，有，还是差不多的。有，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八分啊，你吧。哦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还在那儿。完了，我跟你说要做不完了。应该在聊个天吧。好啊，来聊天。不要射那么准嘛，你就往旁边多射一点。在这个先休息好了，你在抖了，哎、欸，哦，进去了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前面是不是在浪了？不要疯狂跟我聊天，不是这么哇，快点再跟我聊天。我又诅咒他了，他等一下什么诅咒？你什么诅咒？哇塞，连诅咒都出来了，诅咒都用出来了，我的天哪，咒术回战了。不过你太，他要是不喷怎么办？不喷，我一女生加十下。再要波波加十下，波波加十下，诅咒喷吧，喷了，哎呦，是喷的，还没打啦、啊，瞄哦，这发瞄很久哎，对，我这发瞄很久，这发耶，打完，但他的八字好密集哦，你看一下从这个背面看，他就这样一坨，看得出来稳定度的差别。嘉盈的成绩结算出来68分，恭喜。我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要做20下，他要做45下，45下，波波加30嘛，75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空气手枪比赛到这边，那想问一下嘉颖，就是你一个礼拜，我们讲一个礼拜，大概会花多久时间在做空气手枪的训练上面？因为我们算是国家队，所以我们早上跟下午都会训练，然后再加一些体能这样子。一次要打几发？我的话大概100到150发，就然后再看那个比赛的骑程去调整。其实这样等于说就是把射击融入日常，就是你日常会做的一件事情。对，这就是平常日常的课表。那想问一下你的辅助训练，就是你刚刚说会去做一些体，我们通常都是比较做那种小肌群的，或者是核心。手指嘛，捏力。握力。哦、真的会练握力啊、哦。真的会练握力。真的是蛮吃握力。我想问一下，当初为什么会接触这种射击啊，手枪射击这种东西？你知道手枪这种东西就是男生比较喜欢的。其实第一个我当时也觉得蛮帅的，还有我那个时候也想要考警察大学，然后射击这个项目其实是有加分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了之后，就开始有在训练射击。然后有去考。就是身高不够，没当上警察却当上了国手。对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比较频繁的在做训练，然后成绩也有拉起来，然后也有入选国家队这样子。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。那如果大家想认识嘉颖多一点的呢，他的 Instagram 在这边。那也期待他7月东京奥运的射击表现。谢谢。大家一起帮嘉颖加油。请大家帮我加油哦！耶！好了，该来的还是要来的。哦，75下。好，来，嘉颖喊一下，他们做一下。哇塞！我觉得要去。已经开始做了。还要自己数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。
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江大一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七二、七三、七四，最后一个，九。好强啊！训练完了。